哎呀哎呀，老三爷们儿过年好，过红火年，上抖音火山版，哎，抢大红包，上抖音火山版。哎呀，祖国发展越来越是好啊，这钱也没少挣，挣多了可哪藏，藏完也不好找。啥？海燕飞了，飞老程家去了，跟老程过上了，我给介绍的。问我跟谁了？换鸟了，跟百灵。听着小名多秀呢，练跆拳道的，没事就在后屋练功，咣咣的。嗯，但是啥活我也不让他干，我也不得罪他，他能打我四五个，我嫁给他我有安全感呢。这快过年了，有个小梦想，这有10000块钱，还有一封信，我要得藏起来转一个地方，藏哪呢？哎呀。小样跟我还挺高彩呢，藏他的兜里吧，藏你这好不好？好呀好呀。老头子，哎，看看你在我这摆菱角进来的。你瞧那样。干啥那么高兴 啊高兴，我就去跟自打跟你过上日子以后，我就天天就特别高兴，心情格外舒畅，从这以后再没人敢欺负我了。哎呀，这咋的？喝蜂蜜了？嘴咋那么甜呢？是不是饿了？还行，我刚练完功，我正好也消消汗，我擦擦灰，擦完灰给你做饭去啊。练完了？练完了。擦啥？哎妈呀！我得拿下来擦。哎，别别别！哎呀，哎呀，别动！啥呀？你转过去。干啥？我擦擦灰。不是我说你啊，百灵，你说点过分了。不是，我不得干活吗？我让你来享福，让你来干活来了吗？这活能让你干吗？要沉沉。别动！哎，这我都擦完了。干点活也不让啊，挣点钱呢，一分不留，全都交给我了。嗯呐，来，老头子。你就坐这儿啊，一动别动、嗯、啊！我这体格这么棒是，肯定啊能先把你伺候走了。来，让这小熊啊跟你做会儿伴儿，我呢上后边给你做饭饭，先给你垫吧垫吧这个小奶罐儿。来，等我做饭去了啊！嗯嗯，幸福啊！还笑？你以为我喝的一般奶粉呢？君乐宝。优脆有机奶粉，欧洲双认证，全国销量领先呢，可好喝了，滋儿滋儿的。兄弟，你喝点吧，你喝点你能变白。不行啊，你听我老伴说那话都吓人呢、啊。他说他体格好，要把我伺候走了。没事，我也得锻炼锻炼呢、啊，整个小曲儿一放，我也得运动运动啊，放唱。下不去，大很差，下不去。你能不能快走两步啊？你给我按个绑，让我飞得了呗。看到没？就这抬杠子。你看你是啥人呢？咱俩能走到一块，都是因老宋给介绍的。完了，能怀疑我跟老宋之间有故事。哎呀，我是你老伴儿，老宋是你舞伴儿，我可以代替你舞伴儿。但是老宋代替不了这个老伴儿，尤其那老宋，小红帽一戴，通红通红，像小太阳似的，我就感觉我的头皮啊，哇绿哇绿，像大草原似的。歇一会儿，继续擦，大擦，哎妈呀，干啥呀？我天哪！这真是拿自个儿不当外人了，有门卡呀！哎，咋的了？来血了！呀，大橙子还要来了，来！哎，咋的了？不
道啊。海燕呐，吵架了啊？大橙子，你不是有话要跟老宋说吗？说呗。说咋的？说呀，都有点心理准备，别我悟出点啥事来彼此都尴尬。他咋回事啊？我说怀疑咱俩之间有故事。有。老宋，你干啥呀？你正经点的。他是认真的，你这一哈哈再整出点事故来。那认识那么多年能没有故事吗？老程又上来小心眼那个劲儿了。哎呀，我就是跟你实话实说啊，自打我有了百灵了以后，那在我生活中对我那照顾是绝对，刚才朋友们也看婴儿把你带育，就海燕跟俺家百灵没法比，就全世界就剩她这么一个女人了，我也不会让她得到我。这话让你说的，就把咱俩扔到沙漠里头，我选择跟骆驼过，我也不选择你呀。别搁那商业互黑了，都是过来人，玩啥套路，嘚瑟啥玩意儿你俩呀。老程，你说你哈，那小心眼就这么大底儿，人家俩人跳舞那都跳十多年了，要有事那不早有事了吗？还能轮到咱俩呀？啊，我跟你说吧，现在我就是他们俩中间永远也逾越不过去的一座大山，这点自信我还能有吧？老头子，我老伴说的没错，要说自信，我大个干净白，小个埋汰黑，我拿捏海燕那是死死的，但是外表有啥用啊？心不在你这儿，心呐！我问你，这新衣服谁给买的？舞蹈队队长买的吗？是你买的吗？不是啊。还队长，舞伴给买的吧？啊！我现在就觉得，我现在是人财两空。那一件衣服还能咋的？谁到了一卖鸡，那能证明啥呀？我老伴都不多合，你就这么点他，他都不多合计。海燕，他是点你呢。怪不得这阵子咋就这么黏着我呢？平常一点家务活都不干，现在那天天的就给家扫，嘎啦呼噜给你擦擦的干干净净的，地毯似的搜查啊！闹了半天，你这是不光怀疑我感情有问题，还怀疑我藏私房钱了，对不对？查着了吗？没查着，但是我发现问题了。啥问题了？这件衣服，白天穿，晚上穿，家里穿，外边穿，都穿包浆了。我想给你洗洗，为啥不让？里边有啥玩意儿啊？他看吗？啊、哎呀，那这意思是我这里藏钱了呗？行，那这么的，当着大伙面我脱。你不许看。那不行，我这不当证人呢吗？你给我转过去。不是，大厂子你有毛病，你才有毛病呢。你这么都伤海燕心。伤啥心呢？你俩天天在一起，谁藏钱往身上藏？往哪藏？你说往身上藏得多过，往哪藏？他得混往别地方藏。谁藏钱不能往身上藏？别整那些没有用的。不就想看这件衣服吗？咋不脱呀？看吧。我帮他看。还有啥？我啥都没有。那么欠儿呢？看，啥没有。该呀，尴尬了吧？哎，大橙子，你还搁那合计啥呢？赶紧赔礼道歉呢！怪我吗？怪我吗？怪我爱你太深，我怕失去你，我怕小黑他抢我流量。大橙子，说那些都没有用了。你今天怀疑我藏私房钱，已经不怕磕碜了。那万一有一天你怀疑我身世，我还得回家刨祖坟呗。别那小心眼，对，看我一下不就完事了吗？看你干啥呀？行了，媳妇，咱俩逛街，让你开心一下子，买点新的礼物，想买啥买啥，咱就照100块钱货呀。咱俩那会儿我最好回110货货呀。行了你，我稀得要你的礼物吗？咱俩的感情画上句号了，拉倒。哎呀，那你也别那样。哎，那个老宋啊，啊，那啥，回去了。小熊，我借玩两天啊。那个啥，海燕，你等会儿。
不能气，这有说头。你说你两口子干仗，你上俺家拿熊干啥呀？我就借来玩两天。啊？非得玩他呀？这毛都扎下了。就喜欢他扎下的。啊？那也不行啊。这个熊对我意义非常大。他对我意义非凡呢。没有他我都夜不能寐了。没有他我彻夜难眠。小宋，你干啥呢？你不了解情况。就一个破熊嘛。一个破熊那玩意能咋的？拿什么一个破熊？拿来。哎妈呀！别动，好像是钱。钱你不认识吗？啊啊！搁那给我俩装啥呀？我看看，是钱。这钱咋回事啊？哎，老伴儿，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呢？咱家进贼了，看咱家条件不好，找时候给扔一万。来这个贼叫比尔盖茨吧？海燕儿，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呢？这钱是你的呢？在你家，这钱真是我的。他们不信呢。可也是，那老程，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？这钱它是你的呢？有这可能。站那儿，老伴儿，你过来来。过来来来来，成个样儿，不害怕啊、哦？怕啥呢？你放松放松。我就想知道，这钱呢，哪来的呀？这个彩玲，生气归生气，下手轻点的，要不然离婚的时候说你家庭暴力。在我的字典里。没有离婚，老伴儿，对喽，只有丧偶。百灵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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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撒开，撒开，百灵子，这钱是我的。啊，咋是你的呢？那说吧。那个，你们俩结婚的时候，我是不是随礼，你俩没要？啊，对。那不要不好啊。我寻思我那我咋整呢？我就给你俩买点啥礼物，完了我就买一个小熊。嗯，我后来我就把这个钱就塞到小熊里，就给你们了。谁知道你们现在也没发现呢？你说呀？妈呀！你看你这人起来。对呀。这个事儿我跟你说，我一点都没疑心，你知道不？哎呀，哎呀呐！你说你对姐这份情谊，那也感动啊。我俩结婚的时候一共就收了3000块钱，你这一随随1万，啊，这钱呢我们不能要，拿回去吧。海燕不能要这钱。能要？你都随完了，你没发现呢？我现在不发现了吗？来不及了，入戏太深了，差不多就收一收。你要觉得后悔了，3746你开个价，你往后不能都拿走啊。老宋，嗯，咋就不明白呢？你咋就不明白呢？哎，我咋就没明白呢？啊，老宋，你是不是掉钱眼里了？你撒开，老宋啊，过后再说。啊啊！那明白了，那明白了。不对，啥感情啊？当时随一万呢？人家闺蜜感情好，随1万块钱咋的了呢？我平时打麻将都是2分的，她都舍不得，随你随1万。行了，咱俩的事回家再说。两口问题解决完了吧？以后再有这事儿，可别往俺家来了啊、嗯！老程，尤其是你，这回我就准备要跟你断交了都。你这样排呀，为了留点念想。你不稀罕这扎约的吗？拿家玩去。我不要了。
我替你拿着，松开。我说明书你看看，这行是我家送你的，用啥看啥说明书，拿来，我替他拿着。我送海燕，你拿啥呀？我是他爷们儿，我哪不能拿？你往哪拿呀你？往哪拿？往家拿。别动！咋的了呢？当时随礼随多少钱呢？一万。没记差啊？没有。这熊玩意儿挺厉害的，比他家待这么长时间，下崽儿了。小戏让你们做的。闺蜜，你就是明目张胆跟我俩转移财产啊，还说你俩没事儿。我这脑袋现在不是草原，我现在我感觉我都绿到这儿。大橙子，我发誓这一万块钱真不是我的。那谁的？给你机会，咋回事呢？嗯，你看啊，这不他俩不也结婚了吗？对呀、啊，他俩结婚的时候，当时随礼是不是人家也没要？没要。老伴儿，你记不记得，当时他说不要的时候，我说那不行，咱多少得随一万。后来就把这一万子放在小熊里了。我说哪天呢，耍他不注意啊，把这小熊给他送回去，就等于把礼随了。你还记得不，老伴儿？记得呀，哪天的事儿啊？那不那天吗？你上那谁家借那啥？然后我说你别上那谁家借那啥，他那谁没在家，他可能在那谁家呢。然后你上那谁家找那谁借那啥？后来你听明白那啥没？滚！傻着呢是吧？哪有这么巧的事啊？你一万放这儿，你一万放这儿，谁信呢？谁信呢？谁的信呢？谁的？多刺激！谁的？我的。给谁的？给海燕的，看看，咱这才叫爷们儿呢，敢做敢当，是吧？嗯，顺手巧合，你想说是吧？来，让他看，咋回事？不怕看，念呢？你跟我喊啥呀？我也是受害者。行，你念老成啊。亲爱的宝贝。多厉害啊！这就是我老头跟我闺蜜。继续。自从见到你，我寝食难安，彻夜难眠，无时无刻不在挂念。看到你以后，我确定了我的理想，前半生重在历练，后半生重在沉淀。哎呀，你念念，你是真能起见呢，你念念完。我决定未来的日子陪你一起走过，你要相信总有一天你会从阴离当中霾啊，阴霾，总有一天你会从阴霾当中走出。这阴霾说的就是我呀。还有我，我们的心在一起，我们是彼此的依靠，无论日升日落，爱永不落，家等你回。人咋说的？防火防盗防闺蜜。好好的一个家，就让这个猴子给我拆了。大橙子，你干啥呀？老宋，你想干啥呀？我这一世英名毁于一旦，你是
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，你要干嘛呀你呀？你管哪？你还有地儿洗呢？我这个八字都泡不白了。你们就爱咋想咋想吧，一群思想龌龊的人，我也不管了，爱咋咋地吧，啥我也不管了。万万没想到啊，命运啊，为什么这样折磨着我？老程，坚强，咱不哭。韩院士，咋的了？坐着哭。啥点儿的事儿啊？凤叔啊，干啥呀？莲儿，不是，你跟他凑啥热闹啊？没事啊。你这大脸没把我吓死。不是，你给我吓一跳，这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你就别管了，你别跟他烂掺和了。你来干啥来了？我来给你跟我海燕婶送证来了。咋的？连证都领了。孩子说话不利索，你是不是轻叔的？你详细点说。证书就我问他俩这个后不后悔，他俩说不后悔，问他俩同不同意，他俩说同意。完事我就拍照登的记证书。你说的像结婚登记似的。我说海燕，你老程，你别给我叫老程，给我叫绿巨人。孩子说详细一点，说你是干啥的，说详细一点，说。我叫田大坑，1985年生。生我那天我妈没在家。我没在家咱哪生的？咱哪生的？说你来干啥？不是这个，说我跟韩燕婶我俩你俩干了啥了，详细一点。你俩干那点好事吗？干啥好事？海燕婶一直在资助着一个自闭症儿童啊，后来宋叔也参与了，我们这个给爱心人士啊颁发的证书，还有锦旗，我在工作单位等他，他没去，我就给送来了，是不是这事儿？对，啊，对，这回说明白了，小天。不是你这场面给我整。老伴儿，你说你咋那样呢？咋的了？那你捐你就捐呗，你光明正大你藏钱干啥呀？整得磕碜的。不是，我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都承诺说钱都上交，我这背后藏点让你知道了，我不人设崩塌了吗？你看这都，你这种事儿你咋不告我一声？因为你是绿巨人。敢告你吗？就你那小心眼儿，丢5块钱上医院打3天滴流。那不得分啥事儿吗？你这是爱心，这是善举，积极向上的正能量，我能不支持你吗？有句话说得好，有勇乃大，说的不就是我吗？但是这信咋回事啊？信呢？信你看，啊，信你不没看完吗？信呢？信，信哪去了？拿来，在这儿呢。你这写的也太那啥了。你不没看完吗？哪儿还有啥了？后面啊，海燕，这是我给孩子们写的信，请帮我润色润色，润色润色，瞅你那损色。色和色分不清，这事整的，哎，这事干的对。哎，我明白了，重大发现。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？看我聪不聪明？海燕婶，你俩是一家的，对吧？对，你俩是一家的，对不对？你跟我说对。对。对。完事儿，你跟海燕婶有个孩子，你俩一人拿1万块钱。行行行，这多了就不说了，越说你又容易说错了。我俩一起资助个孩子啊，嗯！是小天儿，我没说资助吗？你没说资助，但你们这对上了，我这整错了。整啥错了呀？锦旗做错了。锦旗怎么能做错呢？你看，这整误会了。你看，这不写的，海燕婶宋叔一家，给你俩整一家去了。那没事，只要我们做的事儿是好事就行。不行，把他名给我抠下去，换成我的名。我捐钱了，你抠我干啥呀？我捐10000多呢。我捐20000。妈啊！那我得代表孩子们感谢你啊，绿大爷。程大爷，我看出来了，这几位老人真是都是心地非常善良。大年初一，
我请孩子们和老人们一起看一部电影。这啥名啊？发财日记。那谁拍的呀？宋岛主。宋岛主、啊、宋岛主谁呀、啊啊、是宋，就宋小宝，完他导，他主演，他导演，宋岛主。那啥玩意儿？那啥词儿啊？那是啥词儿啊？不是，咱哪放啊？就是全网都能看着。对，在我们慈善机构接了几位老人一起去。那行，听听人门呗。啊，这走吧，走吧，去啊！那行，我这让他准备点饭。行啊，啊，让我准备休息了啊。那行啊。好。